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五十题，请大家注意。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十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徐悲鸿是中国现代著名画家。 擅长人物、走兽和花鸟，其中以画马闻名于世。他为了画好一匹马，会先画上近千幅的速写稿，甚至学过马的解剖，以熟悉马的骨架、肌肉、组织等。可见，成功并不是唾手可得的。 二，在很多社交场合中，人们格外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同时也想要竭尽全力的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为此，他们会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，违背自己的本心，按照别人喜欢的方式行动。但如果时时刻刻都在乎别人的感受和看法，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失去自我。 三，疫苗虽然能预防疾病，但并非一劳永逸，因为身体中记忆细胞的寿命有限，不能长久存活。此外，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体质差异，以及人体一次性接触到的病原体的数量不同等原因，疫苗的防护作用也并不是绝对的。 四，古代的街头艺人依靠过往观众的打赏来维持生计，而互联网发达的今天，人们在文学网站看到喜欢的文章，同样可以以自愿付钱的方式进行线上打赏，两者异曲同工，只是现在的打赏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，它其实是一种粉丝经济。 需要互相信任。五，你有过这种经历吗？不经意间听过的一首歌，不停的在脑子里循环播放。这类有上瘾效果的歌曲被戏称为“神曲”。神曲通常节奏轻快。 如果舞蹈动作稍具感染性，便会更快的在大众中流传开来。六，处理轻微烫伤时，首先要用凉水冲洗伤处。 冲洗干净后，将伤处浸泡在五摄氏度以上的凉水中半小时即可。浸泡的越及时，水温越低，效果越好。但如果伤处起泡或破损，则很容易感染，不能浸泡。七。 海豚音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唱法，人们把较高且极具穿透力、酷似海豚声音的歌声称作海豚音，但这只是形象的说法。歌手们并没有发出海豚那样的高频声波，因为海豚发出的超声波能高达十万赫兹，人类是做不到的。 八，研究发现，负责消化食物的肠道细菌在工作的时候，往往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营养物质，并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增强人的食欲，让我们对爱吃的食物爱不释手。原来，贪吃不完全是我们的错，细菌也是罪魁祸首之一。 九，成语“苦尽甘来”指的是艰难困苦的日子过完，美好的日子来到了。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总会与我们不期而遇，但只要我们咬牙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突破重重阻碍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 十锦葵是一种栽培植物，在中国十分常见。黎明时，它的叶子会自动对准太阳将要升起的方位，因此可以通过锦葵预测太阳升起的方位和时间。太阳升起后，为收集更多光能，锦葵的桃色花瓣和扁平叶子还会随着日光转动。 十一，简历中实习经历一项是十分重要的，最好具体的写出承担的任务，并详细的介绍自己的作用。比如，二零一九年九月至十一月，在某公司实习期间，参与某项目的施工阶段，独立完成项目资料整理等，受到领导与同事的赞扬与肯定。 十二，讽刺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充分调动夸张、巧合、漫画式描写等手法，极其简洁尖锐的把现实社会中消极、落后和腐朽反动的现象撕破给人看，从而达到抨击、警戒和教育的目的。这类小说的社会性很强，能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。 十三，榴莲的味道十分刺鼻，令很多人受不了。但它不愧是水果之王，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，而且具有强身健体、健脾补气的功效。因此，适当食用对身体很有好处，尤其适合大病初愈的患者。 十四，每个家庭的理财方式会各不相同，但无论如何不同，基本原则都是共通的。这些基本原则指的是被证实过的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，遵循这些原则能提升家庭的抗风险能力。 十五，中国有一句俗语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意思是说，各行各业都有人才。其实，早在唐代时就有了“三十六行”的记载。三百六十行只是民间为了说起来方便而出现的说法，泛指所有的行业。 第二部分，第十六到三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第十六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田导演，当初您制作这样一档朗读节目是有什么契机吗？我一直这样认为，文字背后是有价值的。 通过朗读展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情感，是最能感染人、鼓舞人、教育人的。当然，最大的契机是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，可以说已经是时候去做一档自己真正喜爱的节目了。我本身对文学、对人都很感兴趣，做这档节目的初衷也是想把文学和人类结合起来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听说你们在街上设置了朗读亭，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？虽然是在路边，但朗读亭内设有专业的录音设备和可供朗读者查询读本的平板电脑。我很希望在忙碌的日子里，人们可以暂停一下，走进朗读亭，感受文字的力量，表达内心的情感。当初我们的想法就是。 朗读并不是只在屏幕上出现的表现形式，普通人也可以用它传递情感。朗读也应该像唱歌、说话一样，成为一种借文传情的表达方式。我真的很希望普通人也通过这档节目，能够找到这样一种途径去传达自己的情感。现在可以说，媒体界被娱乐氛围包围了，在这样的氛围下。 文化类综艺节目应该怎么脱颖而出呢？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和社会这个大的环境息息相关的，只有社会环境有所改善，才会得到解决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并且正在做的，就是尽我们所能的引起情感方面的共鸣，唤起观众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一种最温柔的记忆。文化类节目的度不好拿捏。 太浅了没意思，太深了又看不懂，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文化类节目做起来很难，是这样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大众对朗读的人和他所朗读的文学作品是否熟悉并不重要，朗读者的讲述能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才是重点。很多作品贴近生活，朴实自然，只要讲出普通人的心声，就能够打动无数人。 十六，16. 女的做那档节目最大的契机是什么？十七，关于朗读亭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八，18. 女的希望人们能通过朗读来做什么？十九，女的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怎么做才能突围？ 二十，这档节目怎样做才能打动人？第二十一到二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许多人都好奇，您为什么过了古稀之年还决定种橙子？ 因为橙子要结果需要好几年的时间，见效很慢。您为什么不选择见效快的事业呢？只要看准选择，就应该做下去。人生很多事不是一条光滑笔直的直线，一夜成功是不现实的梦而已。要知道，人生没有捷径可走。您在农业技术方面几乎没有经验积累。 为何认为自己能胜过经验和知识都十分丰富的农民和专家呢？您事前做好失败的打算了吗？这一点是要考虑的。如果一点儿都不懂，我不敢挑战；没有七八成把握，我是不敢开始的。我重点对水果市场进行了考察，发现进口的冰糖橙价格很高，而本地的相对便宜，但产量少，所以我就想，除非有天灾。 不然我肯定能成功。有人说您这十二年来种橙子是触底反弹，您对此怎么看？想要反弹力越大，首先要跌得低。那您处理反弹的秘诀是什么？打好的基础是做成所有事业的前提。很多人种橙子，但像我这样可以把上千亩种好的不多见。这也是因为我的农业基础打得好。 很多人只是来我的果园看一眼，回去立马就搞几千亩的果园，到后面都吃了不小的亏。像今年，我们就碰到了十几年不遇的大难关，连续一个多月的高温，果子都被晒掉了。但我们从对面的大山接过来的五条管道，保障了果园的用水。别的果园没想到这一点，损失很大，而我们还能保持和去年一样的产量。 这一切都要靠坚实的农业基础。目前，许多年轻人要选择自主创业，您觉得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，机会还多吗？依我看，首先国家要转型，在破解难题方面，始终要靠年轻人。而现在的年轻人总轻言放弃，这是不行的。我认为，年轻人创业一定要有耐心，坚持下去。方法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。 多试几次，找到方法就有了机会。二十一，人们为什么会对难得的,的选择种橙子创业感到好奇？二十二，人生很多事不是一条光滑笔直的直线。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三，难的，重点考察了什么？二十四。 男的触底反弹的秘诀是什么？二十五，对于青年人创业男的有什么建议？ 第二十六到三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大家好，今天做客的嘉宾是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奖者、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。您好，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评委会主席宣布您获奖的时候，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而您却十分平静。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。 所以心情比较平静，而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却比较激动。我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奖如此重要。那您是何时才感到激动的呢？大概是得奖消息宣布的四小时之后，我收到了一条最值得纪念的短信。他来自给我家修暖气的师傅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一直叫他杨师傅。在众多祝福短信中，杨师傅的短信。 让我了解到了这个奖在中国的影响力十分广泛，那一刻我激动不已，不，应该用感动更为贴切。我感谢这个奖，它让更多中国人开始关注儿童文学。您为什么这么重视普及儿童文学和鼓励阅读呢？大部分人这一辈子无论怎么勤奋，都走不出自己生活的这个小范围。 想要更完整的了解世界很难，这就导致我们只能片面的去理解生活和人生，而阅读可以填补这一空白，开拓我们的视野。通过阅读，人们可以走出狭隘的生活，进入一个广大的世界。持久的阅读可以丰富一个人的阅历，开拓眼界，使心灵更舒畅。所以，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， 坚持阅读的人，一辈子可以有更大的生命力度。您如何看手机阅读这种现象呢？反对的声音很高，但我觉得有些极端。手机阅读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且它很方便，不受场所限制。我对此并不排斥，反而比较欢迎。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拿着实体书来读。 因为来自阅读后的思考琢磨，才能带给我阅读的快乐。用手机阅读后思考琢磨和品味的时间就少了。您觉得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？我觉得对作家来说，情感是至关重要的，可以说是作品的生命。作家要用真实的情感去进行创作，只有富有情感的作品，才能感动读者，引起读者的共鸣。 二十六，当评委会主席宣布男的获奖时，他是什么反应？二十七，男的什么时候才感到激动的？ 二十八，男的为什么重视鼓励阅读？二十九，男的对用手机阅读是什么态度？ 三十，30. 男的认为，对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三部分，第三十一到五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三十一到三十三题。 第三十一到三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古代没有电灯，那么人们晚上如何照明呢？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的就想到蜡烛，但事实上，古代的蜡烛远,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流行。古代的蜡烛与现代的迥然不同。从制作材料上看，古代蜡烛纯度较低，燃烧也极不稳定。 且烟气也很重，那是因为古代的蜡烛往往是蜂蜡、白蜡与常温不溶的动物油脂混合而成的，其中动物油容易变质，会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再加上古代的蜡烛制作工艺繁复，致使其价格昂贵，因此蜡烛在古代是一种奢侈品，普通老百姓用不起蜡烛。那么， 普通百姓晚上拿什么照明呢？答案就是油灯。油灯的构造简单，只要有容器、燃料和灯芯就能照明，且耗油量也相对较少，可以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。三十一，古代的蜡烛有什么缺点？ 三十二，关于油灯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三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第三十四到三十六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有一位著名的高产作家，他的作品数量多的让人咂舌，仅小说就超过一百部。人们都惊讶于他的创作效率，猜测他的背后有个写作团队。有一天，作家同意某一名记者来家中采访，也没有拒绝记者要看看他的写作团队的要求。 这位作家领着记者进了工作室，并指着许多柜子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团队。”记者发现柜子里放满了写的密密麻麻的卡片。原来，所谓的写作团队不过是作家的笔记而已。这位作者的笔记是在两种情形下完成的：一种是在聚会、散步等闲暇时，他会把突然来临的灵感。 或奇思妙想，用纸笔记录下来。另一种是每天都会抽出两个小时来阅读和思考，记录下好的文章和自己的感想。做好笔记后，作家会按照内容对卡片进行分类并整理。在需要灵感时，他就会打开柜子翻阅它们，查找自己想要的内容。三十四。 记者对那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请求？三十五，关于那位作家可以知道什么？ 三十六，当那位作家需要创作灵感时，会怎么做？第三十七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“锦标一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，人们在体育新闻中。” 经常能看到关于各类锦标赛的报道。根据考证，早在唐代已经开始使用“锦标”一词，当时是最盛大的体育比赛竞渡的取胜标志。而竞渡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项体育活动，相传是湘江一带的百姓为了纪念屈原而组织的活动。这一古老的活动在唐以前仅为划船活动。 并无夺标规定，直到唐代，竞渡变成了一项独特而极为隆重的竞赛活动，其目的即在于争夺第一名，而不再是纪念屈原了。比赛的竞争性显现无余。为了裁定名次，人们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杆，缠锦挂彩，鲜艳夺目。这个挂彩的竹竿被叫做锦标或彩标。 只以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，故这一竞赛又称为夺标。从此，标便成为了冠军的代名词。宋代以后，夺标成为竞渡的法定规则，一直沿用到明清而不变。三十七，根据考证，锦标一词最早使用于什么朝代？ 三十八，锦标一词最早指的是什么？三十九，关于彩标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第四十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，不同时期的人们还为颜色赋予了不同的特殊含义，对颜色的运用也在不断发生着有趣的变化。比如，白色代表纯洁、简单；黑色代表严肃、稳重；红色代表热情、喜悦；黄色代表高贵、富有。 蓝色代表智慧、清爽等。汉语中有关颜色的词非常多，而且出现的时间都很早。许慎于公元一百二十一年成书的《说文解字中》中就有二十五个表示黑色的词，以及十一个表示白色的词。而在更早的晚商时期的卜辞经文中，表示红色的词就出现了七个。 中国古代的颜色词经过演变，最终形成了黑白红黄绿灰棕橙八种基本颜色词。其中，古代人最难区分的是蓝绿色系，因此蓝绿等颜色很长一段时间都用青来表示。比如，唐宋以来，书生的家常服饰青衫也称蓝衫。 中国人惯称的绿灯，在日语中却叫做青信号。我们现在惯于说的蓝天，古人却习惯说青天或者苍天。而欧洲早期多使用绿色来表示水体颜色，直到十七世纪才开始固定使用蓝色。四十根据上文，蓝色代表什么？ 四十一，关于中国古代的颜色词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四十二，古代人最难分辨的是哪个色系？ 四十三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四十四到四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九五六年，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·布鲁姆发现。 绝大多数学校的学问测试题都以测试记忆力为主。后来，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了将学问测试分为知识、理解、应用、分析、综合、评估等多个类别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。之后，所有学校的课程都开始参照这个分类法进行设置学问测试题。 甚至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这些分类技能的培养。拿应用学为例，很多小学生从一年级就有访谈作业，如让学生询问家人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冰激凌，然后将其结果制作成图表，让人一目了然。这就是讲究多项认知技能的组合。布鲁姆学问分类法在突破以记忆为主导的测试困境上。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如今，电脑、智能手机等设备逐渐代替了大脑的一部分功能，比如记忆功能。那么，大脑还有何用武之地呢？它要侧重于分析、应用、综合、评估这些高层次的思维，尤其是创造性、逻辑性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。与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相比，这些能力培养起来更加困难。 而且宜早不宜迟。四十四，学问分类法出现以前，学校的测试题重点在于考什么？四十五，访谈结束以后，学生需要做什么？ 四十六，关于创新能力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四十七，根据上文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第四十八到五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众所周知，大象是现存地球上最大的陆栖哺乳动物。它们的主要特征是长鼻子和大耳朵。大象的视觉较差，但嗅觉和听觉都十分灵敏。它们能辨认出其他一百多头大象发出的叫声。 耳朵对于大象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散热。大象的体积特别大，因此身体代谢时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。体温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大象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，甚至还会威胁它们的性命。此时，也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象释放过高的热量。 大象的耳朵又大又薄，里面布满了血管，血液流经耳朵时就可以散掉一部分热量。尤其是扇动耳朵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从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散热作用，能让血液温度降低五摄氏度左右。当然，大象耳朵的功能不止这些，它们通过扇动耳朵的方式将蚊虫赶走。 遇到天敌时，张大耳朵可以进行示威等。四十八，下列哪项属于大象的耳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？四十九，遇到天敌时，大象会怎么做？ 五十，关于大象可以知道什么？